自然离这里很近，近到只有一杯葡萄酒的距离。品美酒，尝美食，感受来自贺兰山下的清芬。艺术离这里很近，近到只有一束光线的距离。看画展，越风土，放松沉浸，越身心的旅程。观山听鸟，山林写意，光影映山下，客从八方来。这一片土地温暖你的心灵，欢迎您到西夏区来，开启一段放松心灵之旅。我有两个家，一个在兰州，一个在贺兰山下。宁夏呢，可以说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文明十字路口。贺兰山呢，横穿南北，在西北这块广阔的天地里呢，就划出了一个农耕和游牧两片截然不同的文化区域。宁夏呢，有丰富而特殊的一些在地元素，对艺术创作来讲呢，这里从来也不缺少一些材料，对艺术家来讲，这里就更不缺少一些灵感了。我是2021年的6月，受邀来到贺兰山美术馆，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，我在贺兰山底下采集了很多石头，后来呢，我选了35块石头，作为一个名叫《贺兰山石》这样的一个作品。当时我还是这里的一个客人。8月份的时候，我又一次来到了银川，当时呢已经接任了咱们贺兰山美术馆的馆长，同时呢也在筹备我们贺兰山山边儿童美术馆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我可以从一个客人成为一个真正的银川人。后来呢，我就把家就安在了我们贺兰山下。山边儿童美术馆来讲呢，它是我们西北首家儿童美术馆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对孩子们来讲，美育是伴随他们成长一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过程。我希望呢，山边儿童美术馆呢，就像一颗种子，它能扎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面，让艺术和孩子一同成长。艺术是需要时间培育的，在这里呢，我们想它成为近在眼前的幸福，就好比是你随意推开一扇门，就像我们回家时能感受的那种温暖与熟悉吧。我有两个家，一个是在银川城里，一个是在贺兰山下。2018年呢，2月份呢，西夏区政府呢出台了一个新的政策，然后呢要打造旅游文化村，把我们的浩源村打造为民宿村。这时候呢，我就感到，哎，机会来了，我可以把我这个小院呢按我自己的想法呢来打造了。那一年呀，就在小院里面呢，反正呢东想想西想想，反正也是，哎呀，怎么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吧，就是一步一步的
去根据我家自己的风格啊来打造的，就是把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。这个小院呢，打造完后了呢，又紧接着呢，又出现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而且好多呢，正在做民宿的那些乡亲呢，他们都会来我家跟我取经，我觉得挺热闹的，真的，我还挺喜欢这样热闹，大家都来了，说说笑笑的。我觉得时间可以把我们最美好的那一部分留下来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各美其美，美美与共。我觉得我们皓苑村就是美美与共。以前呢，那么只有西松海棠呢，我觉得只有这家民宿呢，就好比就是说曲径通幽。但是现在了呢，那好多家呢都在做，那么现在就发展成了一个集群民宿，那么就是山花烂漫时，只要你来到皓苑村，进到我们每家的小院，你就知道这个皓苑村有多美了。这里有一百个让你驻足留恋的理由，这里拥有你对家所有美好的想象。